恒大发布亚冠海报，丙王杨立瑜成主角，球迷赞年度最佳海报。8月28日，亚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的一场比赛，将在中超球队广州恒大与 J 联赛球队鹿岛鹿角之间进行。26日下午，恒大官方公布了本场比赛的赛前海报，主题为天河涿鹿，一战定局。海报的主角是本赛季在联赛中送出12次助攻的杨立瑜，以及其他6位进攻球员。这一创意十足的海报引起了不少球迷的点赞，称赞这是本年度最佳海报。海报采用漫画形式，核心主人公是小将杨立瑜，尽管只有23岁，不过本赛季联赛他已经打入4球，送出12次助攻，领跑中超助攻榜。杨立瑜也被球迷调侃为中超丙王。